我有100万现金，你有吗？我感觉你应该没有。注意，我说的是现金100万，可以随时取、随时花的100万，不是你的房子，也不是你的产业。我相信你应该没有，但是我有。不信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提款机上面看一下。我们不看手机余额截图啊，那太假了。我们看提款机的实时画面。来到了提款机啊，把我的卡插进去。好的，选择储蓄账户，查询。是多少钱？你们自己看一下吧。现在你们相信我有100万存款了吧？如果还是不相信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的反诈意识和鉴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。刚刚那段取钱的视频是拼凑出来的假视频，取钱的界面那一段是我在网上找的视频，我把它进行了前后拼接，并且替换成了我自己的声音。而且这段视频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破绽，我拿的是工商银行的卡，但是取款界面却是招商银行。注意了啊，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个破绽，那么你就一定要小心了，一定要提升一下鉴别能力，不然你就有可能是诈骗分子的潜在客户。那么我这张工商银行卡里面到底有多少存款呢？有这么多，这又是真的吗？